聊一件手机真实价，不做商家代言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婉婉，一个在华强北开公司做二手机零零后女孩。想了解二手机行情啊，那都关注我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更一下全新苹果手机。今天是2022年1月11号，以下就是今天全新的有所报价。14128G 小运营商跌破2700-2650港元，虽然是 A15 的锤击，但是好歹也是满血的，相比之前也是跌了大几百。目前14 Plus 价格也是比较稳定，128G 红色在3300，黑色3350。14 Pro 最近没什么浮动，128G 金色板在5100左右，跟超大屏14 Pro Max 差价并不明显。14PM 128G 金色在5800，这里仅仅差价只有700左右。想一线不如直接选择14PM 来的实在。当然，实在用不喜欢大屏幕的话，没得说，喜欢大屏幕肯定首选14 Pro Max， 毕竟差价不大，屏幕更新也有所提升。卡爹老款系列最近也没有什么好货，也就没什么推荐的。预算不够的话，可以考虑苹果12.64G 全新微机，货也才1950，跟13同款6.1英寸 OLED 的屏幕，基本没啥可说的，水桶机也挑不出什么缺点。以上这些都是全新手机价格，有效的可以收藏或者是截图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华强北最新行情，希望可以加入收藏，点个关注不迷路。